地理那个动作的意思，就有点我们讲有点中国风，也有点西洋风，其实就是带有一个融合的世界，像是我们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项目。义林啊，是我们地方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青年啊。他是我太太的学生啊，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展现了非常有表演艺术的才华跟天分。他毕业于艺术及设计学院，从事艺术表演的工作，又非常喜欢旅游。虽然说在我们国家中华民国最西边最北边的马祖啊，但是在旅游的途中，在台湾的东部啊，碰到这位帅哥君鲁啊，从相识相恋，在路上红地毯，我要特别的恭喜我们的新娘娶得我们这位又有才气才华又美丽的马祖姑娘。感谢县长百忙中拨冗参加义林和君鲁的文帝之喜，真的很感谢。那我今天除了感谢之外，也希望给义林和君鲁一个祝福，希望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另外也祝福各位至亲好友、帅哥美女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谢谢。